家好，我是 Ros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Evergreen Vlog。 我现在在我们这边的一个中国超市，马上过年了，过来采购一下年货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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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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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这边是各类肉，这边是五花肉，这个肉还不错的，可以做小排。哇，这里海鲜还是很丰富的。各类鱼都很大。我们买了这个鱼，它是草鱼，3块钱一磅，然后买了10磅，就30块钱。打算回去是做那个烤鱼的。这个白的鲈鱼和这个红鲷鱼我们也常吃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个大的鱿鱼不错，我们买了一些。这个是小的。这边还有活的蟹卖，就买了之后里面的师傅就会帮你把里面的内脏去除，然后洗干净，还挺好的。这个云吞面特别好吃，它现在是5块钱这样一盒，以前是有那个大的包装的，比这个划算。不过味道还是很好，而且也很方便。这个糯米烧麦也挺好吃的，我比较喜欢吃的是这个，14块钱。哇，这个好贵啊，这样一包的话要18美金。这个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个蛋糕。这里就是各类零食，今年好像特别流行这个珍珠奶茶酥，感觉这个超市的货源还是挺丰富的，今天这边人特别多。这个羊肉卷还挺好的，它是可以烧那个孜然羊肉。这就是那个大章鱼，这个中国超市还是挺大的，现在人挺多的，看那边有一些过年的气氛的装饰，挺好看。今天的这个菠菜还蛮新鲜的。买的所有的菜，哇，好多啊！感觉今天还是满载而归的。我会持续和大家分享我在美国的生活和感悟，所以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，Live in the present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